战旗猎猎，军威赫赫，战歌嘹亮，斗志昂扬，敢打必胜，锐不可当。八一特别节目《我是一个兵》，重磅登陆8月1日建军节，敬请关注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军人的节日就在训练场，感受战斗文化的魅力，一睹中国军人的风采。八一特别节目《我是一个兵》，走进北京军区某部队野外驻训地，在训练场上和战友们一起过八一。八一特别节目的拍摄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迷彩帐篷，这就是演员们临时的化妆间。今天室外的温度呢是38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多保暖。亲爱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八一了，注意了，我们的战友们节日快乐。演员们走进野外驻训的宿营地，看望驻训官兵，和战友们一起联欢，带着战友们的热情，演员们踏上崎岖的小路。我们八一特别节目前往的是某野战部队的野外训练场。见了我们的部队啊，就像见了自个儿亲人一样。下部队就是我们，就是向他们一个学习的很好的机会。八一特别节目《我是一个兵》，精彩内容马上开始。亲爱的战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八一快乐！今天我们在我们部队的野外驻训训练场，将和全军的官兵一起庆祝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7周年。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真正的部队的训练场，心里真的是倍感振奋与鼓舞。现在正值盛夏，不过看到啊，战友们在这炎炎夏日里依然是气势如虹，斗志昂扬啊，真的是让我们既钦佩又感动。所以啊，在这里我们要由衷的向各位战友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八一是属于我们军人自己的节日，在这里呢，我们要向陆海空和武警部队的战友们，我们要向驻守在天南地北、高原海岛边防哨所执行维和和护航光荣任务的官兵们，向离退休的老首长、老前辈，向伤残、复转、退役的军人们，向军烈属、民兵和预备役的官兵们致以节日的问候。让我们以一首《士兵的渴望》来献给今天我们自己的节日，献给我们可爱的战友们。在什么地方？从陆地、天空到远洋，每一天血脉奔张，时刻准备大声张。960万个平方，300万蓝色的海疆，我的渴望和战友们一样，啊，为祖先留下的方。在什么地方？在硝烟升起的地方，每一年风云变幻，心中烈火越烧越旺。无论哪里摆开战场，实现那千里共寻梦想，我的渴望。
战友们一样，为了祖国冲向了远方。嘿嘿嘿嘿嘿，士兵渴望大声唱。亲爱的朋友们，看到战士们斗志昂扬，贯彻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强军目标，全军官兵思想统一，练卫战，一切为了打胜仗。是啊，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现在啊，全军都投入到了强军实践，投入到了战斗力标准的大讨论当中。那么这个战斗力标准究竟在哪里呢？那我们在歌声当中寻找答案吧。战斗力标准在哪里？再看那一生的英雄气，在刀剑和刀剑的碰撞中，在王牌对王牌的较量里，战斗力标准在哪里？在哪里？在八十六兵的足迹里，在汗水浸透的正义上，在铁的国风，铁的纪律。战斗力标准在哪里？在标准未来的朝。不管身是自己，在一切巷战场一生距离，战斗的标准在哪里？在哪里？在那十六营的足迹里，在汗水浸透的正义上，在铁的作风，铁的纪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知道现在国际上风云莫测，科学技术也是日新月异。马跃，你知道我们中国军人是如何紧跟时代步伐，实现强军梦的吗？你问这个呀，我当然知道了。我跟你说，我不但知道，而且知道，必须知道。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我这光说太枯燥了。嗯，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用曲艺的形式，生动形象的给你娓娓道来一下，怎么样？你一个人说吗？咱们还是有请广州军区政治部武工团的一团伙演出队，为大家带来曲艺说唱《强军目标领航程》。有请。打击跨区机动，向他。
千里十里墙，歼十五大亮相，长空展翅竞翱翔，辽宁舰南海展雄姿，中国航母训练忙，神舟十号问鼎苍穹，王亚平他在太空之上开启了课堂呐。形式叫曲艺说唱，太棒了，周伟，尤其是那句 哪句？洲际导弹打得远，锁定目标不手软。哎呀嘿，太给力了！这就是我们二炮部队的事儿。没错。接下来呢，我要请出我们第二炮兵常规导弹第一旅的几位代表和我们战友们见面，好不好？掌声有请。这几位是我们常规导弹第一旅的代表，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自我介绍一下。战友们大家好，我是第二炮兵常规导弹第一旅政治部主任，我叫杨鹤立。大家好，我是常规导弹第一旅发射二营政治教导员岳艳辉。大家好，我是导弹发射先副连三级军事长左小三。我是女子发射连连长丁雪。大家好，我是女子发射连一排一班班长舒道。我们先请政治部主任杨鹤立哈来用一句话告诉大家，常规导弹第一旅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我们常规导弹第一旅是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铁拳利剑。杨辉你好啊，我知道哈，他是从清华毕业以后来到了我们第二炮兵，有三次机会是要免试返回清华来读研的，但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三次机会，依然留到了部队。我想问问你，是什么在吸引着你？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小事儿，就是我到连队的第一天，发给我一个后留包，让我写地址填卡片。当时我想着到了部队就该以连为家，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写了连队的地址。当时我们一个小战士就拦住我说，排长不对，要写家里的地址。我说为什么呢？他就告诉我，后留包就
就是我们执行任务牺牲了以后寄回家里去的。他说这个的时候他很淡定，但是我很震惊也很激动。来对地方，在我们部队里就是人人准备打仗，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给我的感觉就是随时战争都可能爆发，所以能够在这样的部队和这样的战友一起坚守在岗位上是我最大的光荣，也是一名有志青年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好，说得好，说得真好。岳艳辉，我也有一个小问题。导弹呢、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神秘的哈。哎，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我们的导弹究竟能够打多远多准？这个是军队的核心机密，我可不能说。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在此时此刻，我的战友们他们有的正在深山密林，有的正在大漠戈壁，时刻都在准备着。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习主席一声令下，让我们打到哪里，我们的导弹就能够打到哪里，让我们什么时候打我们就什么时候打，让我们打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打到什么程度，确保百发百中。真的感觉非常的特别，我们俩也是第一次穿上了，没错，迷彩服，觉得特别的精神，特别的给力。是啊，我觉得啊，这个军人的服装是世界上最美的服装，也是最帅气的服装，大家都是不是？没错，我相信能够走进军营是每一个志存高远青年心中的梦想。其实我人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当上现役的军人，真羡慕今天在座的各位战友。我也是。不行，越说越嫉妒了哈，我得找一位战友跟他分享一下他当兵的荣耀，怎么样？你看，我们下去说，好吧？你好，战友。你好。是哪年的兵？我是2011年兵，现在是第三年。第三年了。是。哎呦，还记得当年入伍前天的晚上，你干嘛来着？给我们描述一下。当天晚上我剪掉了心爱的长发，然后不是说在部队再剪吗？你头天晚上就剪了？是的，在父母他们一直都教导我说要立志报国，我希望我能做这样的人。好的，谢谢，谢谢你，谢谢经理。开心吗？大家过节？开心。看到大家脸上这样灿烂的笑容，我们跟着振奋。同志，请起立。你好。我特别想问问你，当兵几年了？哦，当兵4年了。那天晚上你在做什么？能告诉我吗？
那天晚上就是在家里就是特别激动，不知道部队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家特别心里边特别忐忑，就以为来到部队就是听说特别苦特别累，但是来到一块儿给着大家在一块儿训练，也没感觉特别累特别辛苦，就是感觉特别高兴。你现在把自己的照片寄回家里，爸爸妈妈会说什么？爸妈说长大了懂事了，看着就是比以前成熟多了，而且本事也大了，是不是？是。哎呀，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啊，我相信你现在在部队里好好的训练，强军卫国也是对家里最好的报答，祝福你们，祝福大家。多可爱的战士们啊！参军前的那晚上，兴奋又紧张，翻来覆去难入睡，索性下了床，望着窗前明月光，心里空荡荡，父亲悄悄来身旁，扶住我肩膀，他这样对我讲，参军入伍把兵当，当兵为打仗，打仗就要打胜仗，打胜才荣光，杀豆腐诸葛亮，肚里有文章，父亲的一番话我浑身添力量，深深叮咛与铿锵牢牢记心上，明天一道朝霞里穿上新军装，咱们共圆将军梦，长征万里长，父亲的一番话我浑身添力量，深深叮咛与铿锵牢牢记心上，明天一道朝霞里穿上新军装，咱们共圆将军梦，父亲的一番话我浑身添力量，声声叮咛与铿锵牢牢记心上，明天一早朝霞里穿上新军装，咱们共圆将军梦，咱们共圆将军梦，节目我是一个兵，精彩节目正在继续。看来大家啊，在当兵前的那个晚上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是相同的故事是我们大家都拥有了一段精彩的军旅生活，大家说是不是？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总政歌舞团的雷佳为我们带来歌曲《芦花》，掌声有请。
爱的亲密，亲爱的，我在电视中看见了你，一抹高原红越来越清晰，那一刻我和女儿的泪水流在了一起。尽头的目光等着我们寻我的足迹，亲爱的，我在感觉中相信自己，知道你会留给远方消息，那一刻我的停机疲惫的身躯。亲爱的，你还是原来的你，你靠着我靠着你，千山万水紧紧相依，千山万水紧紧相依，千里万里是零距离。亲爱的你还是原来的你，你靠着我靠着你，我和战友常常说起，我和战友常常说起，我的爱人世界上最美的你。当阴天的雪花飘进了又一天晨曦，亲爱的，我还在电视前等待着你，一瞬间惊喜，越想越甜蜜，那一刻我和女儿多想扑进你的怀里。当黎明的哨家升起了庄严的国旗，亲爱的，你的思念和我一起经历，请告诉孩子，这就是美丽，我们的爱情和祖国永远在一起。亲爱的，你还是原来的你，你靠着我靠着你，千山万水紧紧相依，千山万水紧紧相依，千里万里是零距离，我们在一起。千山万水紧紧相依，千山万水紧紧相依，千里万里是零距离，我们在。我们来到了真正部队的训练场，穿上了这身迷彩装。马月，我要考考你军事方面的事情了。又考我？你知道在训练场上什么叫考比拉吗？考比拉？嗯，考拉听着耳熟，树袋熊吧？你说的是一种动物，在咱们训练场上可不是这样。在咱们训练场上什么是考比拉呢？来，让我们的战友们告诉大家答案吧。嘿嘿，就是考核比赛拉动，对头，准备开始。第一件事考核，哈动哈，把你钢琴标准一刀接一刀，把你技能一张一项也不少，考核你的战地军事素质能提高，考核是项不太慢的推销，滚烫的血汗血汗进去
时候爆发。咱们当兵的就是要天天准备打，拉手拉住手臂的准备丝毫不差。打工天也在考比拉，哎，这回我们都知道了考比拉是怎么回事了。我们战友们给我们讲述的很清楚，这是我们实战化训练的形式之一。考核、比赛和拉动，非常轻松幽默的一段表演唱。哎，接下来咱们也现场训练一下我们现场战友的想象力怎么样？好啊，嗯，我们看大家想象力怎么样，大家要配合啊。配合啊，我们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啊？我们一定要做到啊！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哎，首先，请大家把眼睛闭上。哎，不能偷看啊，闭上。想象着，我们现在坐在大海边，海浪，海鸥。海风是这样。亮丽、是吧？甜美，还有俏皮，嗯，太美了。战友们怎么样？我们这些女兵战友们表演的好不好？好吗？既然女兵那么好，是不是男兵也给来一个呀？哎，我们现场的这个战友们能不能给我们在这儿表演一个？来，掌声。
哇，战友们真是太热情了。哎，周伟，我问你，你小时候喜欢看电影吗？喜欢呀。喜欢看什么样电影？哎呀，那太多了，像什么《地雷战》《地道战》，什么《大决战》《大转折》《大骏鲸》《闪闪红星》《林海雪原》，数不胜数。哎呦，你看的这些呀，都是战争题材影片。是的。而且都是咱们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每一部电影前面都有一个八一制片厂那个片头那个 logo。哎，红星。梆梆梆梆梆，哎呀，一出来就感到热血沸腾。特别振奋是吧？嗯。哎呀，今天呀，我们八一电影制片厂有几位老艺术家也来到了我们的训练场来慰问我们的战友们，战友们，掌声欢迎他们上场。有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人民解放军从战火中诞生，在硝烟中成长。一场场战斗，一次次战争，把我们军队锻造的愈加坚强。波澜壮阔的场景怎么描绘？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战歌如何传唱？八一电影人无负众望，用黑白与彩色的画面演绎着战争的经典。从地雷战、地道战到大决战、目标战，它诠释了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辉长城。从董存瑞、黄继光到雷锋、李尚群，成为一代代人心中崇拜的明星和偶像。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一个个鲜活感人的英雄雕像，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新的时代，新的阶段，新的使命，新的担当，我军建设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时刻牢记习主席确立的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我们的镜头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我们的胶片定格在展示我军战斗力和良好形象的宝贝上。坚定信心，凝神聚气，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中能拍片拍好片。用镜头、用影片去反映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光辉历程，用镜头去见证我军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辉煌。追赶着部队建设飞快发展的步伐，我们的电影镜头中不断闪耀新的光芒。围绕实现强军目标，谱写精彩篇章，谱写精彩篇章。飞扬的战旗，列阵的装甲，高昂的士气，嘹亮的军歌，训练场上的军人节日就是不一样。八一特别节目《我是一个兵》，在群山旷野中的训练场上慰问驻训官兵，和战友们一起过八一。演员们激情投入，战士们热情高涨，演出从下午到傍晚，又从日落一直到夜晚。下周同一时间，军营大舞台将继续为您奉献，在夜幕下
充满了冰味儿、战味儿的精彩演出。